人人都有梦想，人因梦想而伟大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品言，我来自宜兰中道国小4年级。我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能成为一位能救死扶伤的医生。为什么我想当一名医生？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常常要上医院挂急诊，甚至需要住院好几天。频繁跑医院的我，眼中所看到的医生是非常仔细、耐心又专业的问诊，不时关心病患，如此人心人术感动了我，更坚定了我要成为医生的决心。我相信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。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我会更努力读书，勤奋学习。有志者事竟成，只要我坚持不懈，未来我一定能实现我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